大家好，我是圣家堂的张明德神父。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晚安。今日是圣若瑟瞻礼。今日呢，我想讲一个跟圣若瑟有关的故事。王先生是一个酒鬼，每晚他喝醉了之后就打太太和仔女，不过他很恭敬圣若瑟，每日睡醒之后都向圣若瑟祈祷的好好的习惯。有一日他死了，去到天堂门口，白多禄呢冇开门俾佢，所以呢王先生问白多禄点解唔俾佢入去呢？白多禄就答：你一日都饮我多酒，又打太太同埋仔女，点样俾你入去呢？王先生话：我系好热心恭敬圣若瑟的，唔该你请圣若瑟出嚟啦，等我同佢倾偈啦。圣若瑟出嚟之后呢，见到王先生，跟住呢圣若瑟就叫白多禄开门俾王先生，不过白多禄呢唔肯。圣若瑟就跟白多禄讲：如果你不开门俾王先生入，我就会离开天堂啦。当圣母见到佢嘅丈夫离开天堂，就会同过我一起走啦。最后呢，连耶稣都会走埋。既然圣若瑟咁讲，白多禄呢就只能够呢打开咗喺天堂门呢，俾边个话王先生入去。各位兄弟姊妹，以上嘅呢个故事呢，其实呢係假嘅。作呢个故事嘅人呢，只係想我哋呢知道圣若瑟天堂上面嘅地位呢係非常之高，佢为我哋祈祷嘅力量呢亦都係好大㗎。不过如果我哋想得到圣若瑟嘅保护，我哋唔单止要向圣若瑟祈祷，亦都一定要后发呢样嘢，我哋应该学习圣若瑟嘅榜样，尤其是佢对屋企人嘅态度。圣若瑟是耶稣的养父，大家知道，又是圣母的丈夫，他得到很大的光荣，不过他同时呢亦都要做很多牺牲。比如圣若瑟要陪住怀孕的圣母行了几日先至会到白冷，白冷佢又要好似乞衣咁样求人哋收留佢哋，要好辛苦先至揾到一个山窿让耶稣里面出世。耶稣诞生之后呢，阿诺德王要杀死耶稣喎。好啦，圣若瑟为咗保护耶稣要半夜起身跟耶稣圣母一起走难，去埃及做难民。从埃及回来之后，又要辛辛苦苦地工作赚钱养家。各位弟兄姊妹，假如圣若瑟不用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就会轻松得多，是吗？但是他背住自己的责任。好啦，第二个，对普通人来讲呢，太太的身体是属于丈夫的，
不过由于圣母是耶稣的妈妈，她的身体必须完全属于天主。换句话来讲呢，圣母终生都要做童贞女。既然圣母要终生守贞，这样的话，圣若瑟是不是也都要终生守贞呢？当然要啦，不过圣若瑟为帮助和协助圣母完成她的使命，她真的甘心做这个牺牲。还有呢，我们看到是圣若瑟做牺牲的时候，她并不可以对人家说，佢唔可以话，哇！虽然耶稣唔系我生噶，但系咧，我必须要辛苦赚钱利用佢啊！佢唔系咁样讲噶，佢亦都唔可以话，虽然我结婚，但系咧，我成一生都要过独身嘅生活。如果佢真系咁讲咧，啊，人哋就会怀疑圣母喎。点解啊？佢哋怀疑圣母系一个坏女人，所以咧，圣若瑟为咗圣母同埋耶稣嘅着想，必须默默咁牺牲自己，做一个无名嘅英雄，系咪啊？圣母啊，所以咧，圣若瑟咧为咗圣母同埋耶稣嘅着想，必须默默咁牺牲自己，做一个无名嘅英雄。系呢件事唔系容易噶，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咧向圣若瑟学习，做一个真正嘅有爱心嘅人，做每一件事都为人哋嘅着想，乐意为咗人哋嘅幸福而牺牲自己。好啦，各位弟兄姊妹，今晚呢，我哋可以反省下自己，喺努记为咗我哋嘅家电嘅月嘅努记人，我哋有冇做一个真正嘅有爱心嘅人呢？我哋有冇为人哋嘅着想，乐意为咗人哋嘅幸福，我哋有冇牺牲自己呢？我们可以反省下自己。各位弟兄姊妹，虽然因为疫情严重，我们少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另外的认识一起祈祷好不好？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准备我们的身心准备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为守正健康和患病的兄弟姊妹祈祷，祈求天主医治他们，让他们做幸福，特别为医院里面的服务所有的医生和护士和职员，天主祝福他们和想抱他们。今天我们都向我们的圣若瑟大圣若瑟用盲执事带领我们长圣若瑟的祷告。天主坚念我等，基督坚念我等，天主坚念我等，基督扶定我等，基督垂允我等，在天天主父者坚念我等，属世天主智者坚念我等，圣神天主者坚念我等，三位一体天主者坚念我等。是玛利亚为我登基，圣约瑟为我登基，大卫之永远为我登基，圣造之快耀为我登基，天主圣母之天配为我登基，
四目同正自己护，为我登基，天主圣子之羔羊，为我登基，基利士道之近卫，为我登基，圣驾之将，为我登基，约瑟之医者，为我登基，约瑟之医者，为我登基，约瑟之医者，为我登基，约瑟之勇者，为我登基，约瑟之伤者，为我登基，约瑟之宗者，为我登基，人类之明镜，为我登基，贫困之失爱，为我登基，共爱之标书，为我登基，家居之光荣，为我登基，堂正之保护，为我登基，家室之低存，为我登基，火灼之安慰，为我登基，并借之希望，为我登基，临终之珠宝，为我登基，邪魔之坚固，为我登基，宣告之保障，为我登基，罪免世罪天主的羔羊者，主赦我等，罪免世罪天主的羔羊者，主允我等，罪免世罪天主羔羊者，主怜我等，主立智慧技家智长，又立之诸臣之主，请众同祷，天主以以无名之祭，得见荣福若失，为童贞圣母敬佩，很记此我等，凡在世恭敬记主保者，在天得蒙其转达，那以与天主圣父及圣主圣神为一天主，乃生乃往世世阿嫲。愿主你望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愿主一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临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天主保佑。